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永大汽车，那我是永大汽车的钟汉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后面这台2020年的叉翠，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那里程数跑很少，只跑50000而已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车头，那它是有车道偏离警示的，然后的鱼眼头灯，它是 LED 的，整个大小小车顶行李架，它一样有一键上锁，还有摸门解锁的功能。那我们一样先来看后座空间哦。好，打开后座，它的皮椅保持的还不错，门板、后座出风口，如果觉得空间不够的话，它椅子还是可以倾倒的。接着我们来看后箱空间，先看车尾的部分，用我的叉翠这个字样。后面有做电磁阀的开关，可以直接开启。那整个后箱是蛮平整的，上面也都还有一些小空间可以放，这边也有。那整个椅背都摊平，头其实还是蛮平的，在车上睡觉感觉没问题。那接着我们来看驾驶座。好，那接着我们要从驾驶座门板开始看，整个保持的还不错，没有做电子后视镜的开关，里面是吊台。那接着我们上车，发动引擎，免钥匙的启动，原厂的保养，还有节能模式，还有环境及自动的大灯，里程数直跑57000。看一下驾驶辅助，是有紧急刹车，车道偏离警示，跟开关坐在里面，是有跟车的，然后双区的恒温空调，还有地图，然后里面就有一些蓝牙可以听音乐，看整个一个车室的气氛。那以上就是这台2020叉翠的介绍。那在2020的叉翠跑50000公里而已，目前在我们店的开价是588000，有兴趣的观众朋友欢迎来电赏车哦。实在就是 SUM。